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大经科注，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141页，141页，请看第5行：深明三倍往生之因，广设九界圣凡之众。这是一小段。这两句开示也给我们指出这部《无量寿经》的作用。首先就提到了深明三倍往生之因，这个深明就是深深的明了，对于净土法门真正知道的人不多。虽然很多人听到这句佛号，但是对于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不了解。为什么要念佛？念佛的作用何在？果报怎么样？他都是茫然不知。所以，有法师，有在家大德，给我们大众啊，细细的讲解这部经。那这个增上缘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帮助我们了解到念这句佛号的重要性，它在哪里。所以这部经呢，文字不多，16550个字，但是呢，字字句句都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学习了这部经，尤其是学这个注解，让我们明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人生头等大事。第二句，广设九界圣凡之众，广泛的摄受九法界圣人以及凡夫。那这个圣人，就包括等觉菩萨，凡夫像我们人，是六道里面的众生，九法界众生，通通都能够因为他，而这一辈子得度，临终的时候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正显持名念佛之法，直指往生归元之路，是故此经称为净宗第一经也。这就把《无量寿经》在净土经论里面的地位，很明显的给我们指出来了。在无尽一论里面，它是排名第一的。同时呢，它也是诸佛如来所讲的无量法门当中排名第一。因为这个缘故，十方诸佛通通都赞叹，通通呢都在发心来宣传介绍。
说实在的，一切诸佛来的世间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为我们大家指出茫茫宇宙当中有一个世界叫西方净土，那里有尊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天天都在等待，看我们什么时候念佛功夫成就了，什么时候呢他就会来到我们身边接我们过去。在这个142页第三行下面念到啊，进一步讲到，但此殊胜第一支净宗宝典，竟在我国大藏中尘封1000余年。这个话说出来是非常感慨的，这么好的一部大经，居然在大藏经当中哦，尘封，就说没有人去读它，没有人广泛的来宣传它，超过1000多年，多可惜啊！宝藏啊，没人认识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下面就给我们指出来了，考其原因，盖有此经五种原意，互有详略，出入甚巨。这是一个障碍。底下呢说的更加具体了，例如弥陀大愿，在魏唐两译为48愿。无量寿经最重要的是第六品，第六品呢是专讲阿弥陀佛的48大愿，像这个魏译本，这是三国时代的康生凯所翻译的版本，还有唐朝的无量寿经版本，都是啊48大愿。而在汉吴两译为念4愿，在宋译则为36愿。这个差别就挺大的。魏译本、唐译本是48愿，汉译本、吴译本是24愿，宋译本呢是36愿。所以很多人呢看了这样的原译本之后啊，他就犹豫了，啊，不晓得要选择哪一个版本。所以说呢，以后有3位大德发心做汇集的工作，还有一位大德呢做这个结教的工作，而下莲居老居士他是采取24为纲，48为目，最后汇集成了第六品。这个第六品呢不是他老人家单独完成的，还有他的老师，他的师父慧明长老，以及他的好同参梅光熙老居士，他们3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这个第六品的汇集。遂是初心学者，就是初发心学习经教的人，专持一意，难明深旨。佛讲经一般只讲一遍，唯独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这个我们从原译本呢就能够看得出来。遍读五种又感艰难，在现代人来说呢他没有这种明显的体会，古时候不一样。大家如果了解到中国这个印刷术，你就很清楚了，印刷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什么时候才有呢？宋朝时候。而且那时候印刷术是怎么回事呢？木刻版的，
完全是人工手雕刻的，很不容易。所以在以前呢，要同时得到5种园艺本，那是要有大福报才行。于是多舍此经而专攻阿弥陀经矣。因为这个缘故呢，许许多多人学习无量寿经呢，他的兴趣就不大了，因为他不晓得要选修哪一种版本。于是大家怎么样呢？就专门学习这一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有2个版本，一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的，一个是玄奘大师翻译的。一般多数人呢，都是喜欢读诵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清初彭绍生居士曰，这是彭继清老居士他老人家的看法，此经阐扬则少，实以无善本故，诚哉是言。为什么弘扬这部无量寿经人在以往那么少呢？因为他没有一个完善的版本，每个本子呢，内容跟其他的版本呢，内容相差挺大的。所以彭老这个话说的非常准确，是以宋，就是宋朝王日休，清朝彭绍生、魏承观等大居士均为弘扬此经，先后而有汇本与结本之作。无量寿经的汇集结教，第一个发心来做这个工作的人是宋朝时代的王日休老居士。一般古人呢，对某一位大德特别尊重的时候呢，不称他的名，是以他的地方为这个名。他老人家是龙书人，安徽龙书人，所以这个很多书上都是记载王龙书，其实就是王日休老居士。他是第一个发心呢做这个汇集，不过他的版本呢只有汇集4种无量寿经，等于说有一个版本他就没看到，唐朝时候的版本没有见到。第二个汇集的呢是清朝时候的魏老居士魏承观，还有这个清朝的彭继清老居士呢，他是做这个结教本，他不是汇集，是结教，是把这个魏译本康生凯的版本呢做的这个3卷。宋代大居士王日休曾撰龙书净土文，四海称誉，传颂至今。王老居士在世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很著名的著作，叫做《龙书净土文》，可以说呢，这篇文章啊流传非常广，很多人呢喜欢来学习。王氏临终，端立往生，这就说得很清楚了。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念佛站着走的，不生病。所以大家看《净土圣贤录》里面就有记载王老居士的例子。从这个也就告诉我们，佛经可不可以汇集啊？可以汇集的。如果说汇集佛经是有罪过的，那他老人家凭什么能够站着往生呢？是不是？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嘛。可证居士实为我国净宗解行巨优，殊胜稀有之在家大德。王氏深开宝典之尘封，
于是乃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宋四种原意，另成一本，名为《大阿弥陀经》。因为他读过四种原译本，他对这个经文呢很熟悉，知道啊有哪些优劣，于是他就发心呢第一次做这个汇集的工作。可惜的是啊，唐译本呢他没有见到，这是非常可惜的。其实唐译本里面也有很多重要的经文。王本问世，海内称变，他这个汇集本一出现之后，很快就流通出来了。许多人看到之后呢，非常的高兴。所以呀，丛林奉为课本，许多净宗道场呢，就用王老居士这个汇集本作为他们的版本来读诵。流通胜于原意，在中国国内流通的无量寿经，可以讲王老居士这个版本的影响力超过了其他四种原意本。我国龙藏及日本大正藏亦均采入王本。这是中国的龙藏跟日本的大正藏都有收录王老居士的这个汇集本。在古代啊，凡是能够入藏，那都是被当时的高僧大德所认同的。莲池大师曰：王氏所汇教之无异，简易明显，流通经世，利益甚。这是莲公对于王老居士的这个汇集本的看法，你一看就很清楚嘛，这是对他的赞叹。又曰：以王本世所通行，人习见故。所以在莲公那个年代呢，他就见到佛教界啊，许许多多人呢都很欢喜的读诵学习王老居士这个本子。接着是念老所说的：故于所著《弥陀疏钞》中，这是指莲池大师所写的《弥陀经》疏钞，凡引证《无量寿经》之处，多取王文。莲池大师在写《弥陀经》疏钞的时候，凡是讲到啊《无量寿经》的地方，他很多经文呢都是采取王龙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兼采原意，有时候啊莲公也摘录原意本的经文。有优希大师更有盛焉，优希大师曾经写过《弥陀经》原宗钞，他老人家呢，这个《弥陀经》的注解，加上藕益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可以说是《弥陀经》最著名的三大部注解。凡是学《弥陀经》的人，都一定会学习啊这个三个著作。而优希大师写这个原宗钞的时候，是专取王本经文，就是说这位大师他完全采用啊王龙疏老居士的这个汇集本。近代印光大师于所撰重刻原宗钞序中，亦赞王本文义详细，举世流通。
无量寿经跟弥陀经相比呢，无量寿经所说的内容啊，比弥陀经更加的详细完备。那么在许多道场啊，做这个早晚课都是采取呢弥陀经的，因为它短嘛，时间不长。下面会进一步讲到啊，夏灵公老居士为什么还要发心第三次做这个汇集的工作。底下再说，王氏汇经，这说王老居士啊，他汇集四种原译本，虽大有功于净宗，但所汇之本颇多喘物，白龟之侠，贤者习之。这个白龟，龟呢是玉器的一种名称。古人呢常常会拿着它，它这个形状啊，上面是个三角形，下面呢是正方的，它整个是长条形的。这是一般古代贵族啊，上朝的时候、祭祀的时候，或者是参加这个丧葬礼的时候，把它作为这个礼器。那么这个白龟呢，如果上面有一些瑕疵啊，那就非常可惜。用这个来形容王老居士的这个汇集本，还是有一些啊错误的地方。莲池大师就说道：“超前注后，去取未尽。”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而彭绍升居士斥之为：“凌乱乖喘，不合原旨。”念老接着讲：“今笔者养成古德诸说。”这个笔者就是黄念老自己，养成是依据的意思，那个养啊是恭敬的意思，就是说敬承古大德的说法。切记王氏之师有三，他老人家呢就认为啊，王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呢有三个缺点。第一个，王氏汇集仅具四种，未及唐义。唐义名无量寿如来会，出自大宝积经，乃菩提留智大师所译，多奥妙精要之文，为他意所无。我们可要晓得，王老居士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居然也没有看到这个唐朝的无量寿经版本。从这就告诉我们，在古时候要得到书本，要得到经书，太难太难了。以前嘛，没有印刷术之前都是手抄的，那纵然是有这个印刷术，分量也不多。我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啊，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福报大不大？不光是大，是超级大。你看我们这两边是不是，这全部都是大藏经、四库全书、祖师大德的著作，太丰富太丰富了。所以古人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啊，羡慕的不得了。好，再说第二个方面，去取未尽，取繁遗要。本来这个经文当中繁琐的地方可以把它舍掉，但是王老呢，他选漏了。那还有一些地方呢是重要的经文呢，他反而疏忽掉了。改深为浅，这个也是他的毛病。例如莲池大师所责，如三辈往生为一，皆曰发菩提心。这可是很重要的经文的。所以呢，我们看康生凯的为一本，
上辈、中辈、下辈都有讲到发菩提心，但是王龙书老居士的汇集本呢，他是只有中辈发菩提心，下曰不发，上敬不言，这就太明显了。所以他这个王本呢，是下辈不发，上辈呢不说，这个属于高下失次。因此古人就批评他了，是未尽，就指这桩事情。由上力可见，上尽不言，即是一要。上辈的他没说，这是一要，重要的他漏掉了，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下曰不发，即是改身为浅。下辈往生的他没有说呢，别人发这个菩提心，他说不发。其实这个发菩提心是不能够改的，他只是提到呢中辈菩萨啊，中辈往生的才发菩提心。因为这个缘故啊，给后人呢带来很大的批评。第三，率意征闻，眼若自助。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很多文人呢都有类似的毛病。我们要明白，王老居士他所做的工作是汇集，不是翻译。如果是翻译佛经呢，他就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文字来翻译梵文的佛经。但是汇集就不一样了，汇集怎么样呢？只能够依据原译本的经文来做这一个编辑的工作，只可以减少，不可以增加。但是王老居士呢，在他的汇本里面有增加几个字，这是大家不能够原谅他的地方。因此王氏没以自助之文严肃原意之意，这种做法就等于是什么注解一样。故莲池大师则曰，超前注后未顺一法，盖则其超引经文于前，复有自注文句于后。这个注就是注作，把这个经文呢好像变成是他自己的个人著作一样，这是不对的。盖是汇集必须依据原经，万万不可于原意外擅征文句。的的确确啊，我们不管是谁，出家在家，都不可以随便更改这个原来的经文文字，不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思呢随意的增加新的字进去，这是千万不能够犯的错误。故则王氏未顺一法，由上可见王氏之师非是不因汇集，而在于汇本之多疵也。这是讲王老居士这个汇集本呢，不是不应该汇集，是可以做的，但是呢他这个当中啊有一些毛病，有些错误。所以啊许多学者呢，这些修行人大德都看出他的病端在哪。彭绍生居士汉语王本之诗，这是彭老居士呢，他看到王老居士的版本之后啊，感觉到这个本子呢很可惜，有不足的地方，乃取未译本而删节之。他是把这个康生凯的原译本未译本呢重新再做一个删减，
这是无量寿经的第七个版本。但此仅为为义一种之结本，而非诸义之汇本。因此彭老居士的这个版本呢，只能够称为什么呢？无量寿经的结教本，它不能够叫做汇集本。汇集本是五种本子合在一起，它是只有一个版本。可以讲在中国佛教界，无量寿经影响力最大的、流传最广的是康生凯的汇集本。甚至于您再看呢，韩国的、日本佛教界学习无量寿经的也都是采取呢康生凯的汇集本。再看第三个这个发大心的菩萨，于是晚清魏承观字默生居士。这个晚清呢，就是清朝末年，到了什么时候呢？咸丰皇帝。大家应该对咸丰皇帝了解吧？他娶了一个，哎呀，怎么讲呢？娶了个冤亲债主，慈禧太后。可能咸丰大家不太了解，那慈禧太后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在这个年代，有一位魏老居士，他呢为救龙书之师，取五种原意，另行汇集，别成一书，初人名无量寿经，后经正定王根新释，改名为摩诃阿弥陀经。为本文字简洁精当，远过王本，但率自征文之病，未能尽免，故为本亦为尽善也。其实他也知道啊，王老居士犯了这个更改经文的毛病，加了字的这个毛病，但是他自己呢做这个汇集的时候，他有没有犯同样的毛病呢？也是的。其实他们这两个大德一改啊，那个经文读起来就比较顺。但是问题是，经文原文可不可以随便的加字进去呢？不可以。这个经文是谁讲的？佛讲的。如果我们人呢随便的加字进去，那这个经文变成什么经呢？就不能称为佛经了，称为人经了。所以必须要保持经文原来的样子。再说到第三位啊，发心汇集的大德，先师下莲居老居士，悲智双运，中说俱通，圆融显密禅境于一心，庄宏持名念佛摄万德，为弘净宗，故愿此净宗第一支经破尘生光，即此无上之典，饶益当来，乃济前贤，重行汇集。这个先师呢是黄连老的说法，因为他的老师啊是夏莲居老居士。那夏老师很了不起的，他是很有智慧、很有修行功夫的人，禅、静、密，他都是通达的。所以这里讲嘛，他是中说俱通。这个中就是指的中门、禅宗，说呢是指的教下，所以中门教下他是非常有造诣的，而且是很深的功夫。讲到禅宗、密宗、显宗，他都内行，不是外行人。
专弘持名念佛摄万德。他老人家晚年的时候呢，就归心净土，弘扬净宗。他也希望这个净宗第一大经能够破尘生光啊，不是说这个经本印出来之后呢，只是放在书架上，久而久之呢，架子上面啊都会落下灰尘，不能够利益众生。他是希望这部大经呢，能够重新发挥它最大的功用。他希望这部经可以饶益当来，能够给后面9000年的众生，这讲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带来呢最丰饶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啊，他就寄前贤。这个前贤是指的王龙书老居士还有魏摩生老居士重行汇集，他是第三次做这个汇集的工作，非常不容易。下面就稍微介绍一下。摒弃万缘，这是我们常说的闭关呢，他不跟任何人见面的。眼观三宅，3年时间当中，他是单独一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净坛结界，这是说他在做这个汇集工作的时候呢，是专心致志，态度非常恭敬。因为他学过禅宗，学过密宗，他得到呢显净密这个加持。明心孤意，这种用心是我们应该要效法的。明就是泯灭的意思，明心是讲泯灭俗念，而这个意呢就是道的意思。孤意是指与众不同，独到之处。那我们把这个明心孤意呢合起来讲，是指摒除妄念，专心致志以后啊，得到独特的这个成就。的的确确啊，夏令公在做这个汇集工作10年当中，全神贯注，没有杂念，稿经十亿。初稿完成之后，先后呢又做了10次的校对，方庆经成。你看这个薄薄的无量寿经其实分量不大，他足足花了10年这么久的功夫。受蒙宗教巨策之慧明老法师手持慧本摄影于佛前为作证明。慧明长老是夏令公以及梅光熙老居士的皈依师，他们都是呢明公长老的弟子。律宗大德慈州老法师继之专讲此经于济南，并亲为科判。近代慈州老法师在佛教界是非常有声望，是真正有修持功夫的一位长老。他老人家呢，当时看到《无量寿经》的版本呢，还不是最后的定本，他只是看到这个才汇集完成的37品的《无量寿经》，定本呢是48品。那他老人家看了这个本子很高兴，还特别给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呢做了科判。先舅父梅老居士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此经，称之为最善之本。梅光熙老居士是黄念老的舅舅，他老人家呢
看到夏灵公汇集了这一个版本之后，无限的欢喜，特别在当时的中央广播电台呢做过讲解。在当时佛教界啊，对梅老夏老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南梅北夏。这个南梅呢，梅光启老居士是江西南昌人，南方嘛，而这个夏灵公呢是山东人，北方，所以称他们为南梅北夏。他们是很好的同山道友。后赋予金旭中赞曰，这是梅老看了《无量寿经》汇集本之后啊，特别写的一篇很长的序文，赞叹这个第三种汇集本。他怎么说呢？经当明确，凿然有据。这个汇集本是精品的，字字句句恰到好处，而且是凿然有据啊。凿就是确实的意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有来历的，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无一句意出本经之外。这一点呢就非常难得，所以啊，夏灵公他做这个汇集呢是非常的细致，完全杜绝古人汇集的毛病。兼色成绘，这是经文里面呢，原译本里面看起来呢不太容易懂的，比较生涩的，使之爽朗。夏灵公呢一做这个汇集，让我们读起来呢，哎，就觉得特别容易懂，心呢感觉到非常的明朗。繁复冗慢归于简洁，这个冗慢是指繁琐无杂，这个就是文字多，而且意思呢并不是很清楚。像这些原译本的地方，夏灵公把它重新再整理，让我们读起来呢就觉得越发的明了了。凌乱笔成整言，这个笔就是使的意思，把的意思。原译本凌乱的部分它一整理之后啊，我们就读起来特别的顺畅。缺疏悉令圆满，缺疏是意思啊不够圆满，他能够把它做到呢意思尽善尽美。必其有美皆备，无地不收。这个地是如来的真实语，重要的开示。凡是经上这些重要的经文全都收录在第五种这个第三种汇集本里面。虽欲不为之善本，不可得也。的的确确啊，我们仔仔细细看过五种原译本、三种汇集本、一种截教本之后，对于夏灵公这个版本呢不得不佩服。底下是念老所说的，于是先师汇本问世以来不胫而走。这个胫是指我们的小腿，不胫而走就是说没有腿也能够走，这是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不用我们大力推广也被迅速的传播出去了，这是指大家对这个第三个汇集本特别的欢喜。佛界尊述多以汇本文简一封，所以当时佛教界许多诸山长老大德们看了这个版本之后呢，是极力的赞叹，因为这个文字啊读起来容易懂，而且义理呢非常丰富。词畅理圆，所用的词句畅通，没有障碍，所讲的理呢都是圆融的。
讲说赞扬流播中外，见者闻者欢喜信受，持诵印行络绎不绝。最初啊，夏灵公这个版本呢，流通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是在抗战期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打仗嘛，哪里可能流通量很大的，不像现在全世界这个流通量非常非常可观。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吧，至少有1亿本这个汇集本，并且蒙海外佛学界收入新印之序章，行见大经光明常照世间。这是夏灵公的愿望，当时呢还没有做到。我们希望以后啊，这个新版的大藏经能够把夏灵公的这个汇集本也能够收录进去。西贤汇集之圣愿，幸告元成。从宋朝王龙书一直到近代的夏灵居老居士，才是真正把这个无量寿经最善的版本呢、做成功了。无量寿经之善本，于兹庆献。的的确确，我们现在众生福报呢，比古人那是大的太多太多了。别人不能够遇到的，我们今天呢，很容易得到。此时为稀有难逢之大事因缘也，难得的机会我们遇到，那遇到之后呢，一定要认真的修学。念祖乃巨福下凡，谬蒙先师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祖。从这里我们就看出黄磊老师多么的谦虚啊，他说他自己是谁呀、巨福下凡，不是一般的凡呢，是下凡，凡夫里面的劣等的。福呢是烦恼的代名词。那么他的老师啊，在世的时候给他一个任务，要给无量寿经呢、要做个注解，要承传这部大经。他感觉到这个工作啊太重太大了，欲虽初发大心，但以藏身会前承此重命，实身惶惧。听了老师这么个吩咐啊，他是深深的感受到惶恐畏惧。为什么呢？这个使命太重大了，因为这个关系到后面9000年众生的法身慧命。所幸曾参先师讲习，亲闻此经全部，这是他的缘分好。他能够呢，在现场啊，聆听过他的老师从头到尾讲过这部无量寿经，且于念载随事之中得灵禅静密各宗玄奥，初晓先师汇集大经之身心。所以他追随他的老师时间也不短呢，20年。他对于禅宗、净宗、密宗等等各宗各派的玄奥的这些义理都能够通晓，这个缘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60年代初，这是上个世纪，曾试写此经玄义之提纲一册，成师见合，幸蒙印刻。这就很早以前了，60年代，现在是22年，将近60多年。他那时候就写了一个纲要给老师看，夏灵公呢认同。但今文革浩劫，此稿已荡然
无余。可惜那时候呢，因为文革嘛，这个缘故，所以他的这个文稿呢，全部都被毁掉了。现余年于古稀，复多数集。是不是让人初次见到黄念老的时候，念老已经呢70多岁了，而且呢身体啊多病。愧深恩之未报，惧无常之将至。因为他老师吩咐他嘛，要给这部经呢要做注解，他感觉到我还没有完成这个工作嘞，同时他也担忧自己的寿命可能不会太久。于是奉老病之缠身，即传灯之弘誓，他发了大心，发愿一定要拼了老命要把这个注解呢尽快完成。以此身心供养三宝，闭门谢客，全力助经，即报先师，即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于万一。这些话虽然都是念老说他自己，我们看了之后怎么样呢？要发同样的心呐。出家人应该要弘扬这部无量寿经，要介绍黄念老这个注解。下面接着说，复以本经之殊胜在于气理气机，这讲到无量寿经了。像有的经典呢是气机不气理，还有的经呢气理不气机。像这个华严经，那不是很多人呢能够学习的。理者实际理体，这个理呢就是指的真心自信本体，实呢就是指的真实，际就是边际，真实到究竟，真实到圆满，这就称为际。而这个理体啊，就是哲学所讲的本体，一切法都是这个理体里面延伸的。那么整个宇宙怎么来的呢？就是由这个理体而产生出来。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把自己内在这些妄念执着分别通通都消除掉。科学家哲学家为什么不能够透彻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呢？因为他心里面还有这些条条框框，他还有这些束缚。所以修学佛道首先要把见惑思惑断除，把这个断掉，那六道你就突破了，对六道里面状况呢一清二楚。接着还要消除尘沙惑以及呢无明惑，破的越多，断的越多，智慧就越大，知道的事实真相呢就越发的明白。实际离体亦即真如实相，真如实相就是一般我们常说的事实真相。真实之本际也，这是讲气理气机，说出实际离体。气理者，盖本经乃助真实慧，这点大家一定要重视它。这部经从哪里来的？是从自信真实智慧流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通过思考想象出来的。凡是通过思考，那都是经过呢阿赖耶，这个不能称为智慧，这个叫知识。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就称为智慧。所以我们一般跟人家讲话，你讲这个话写的文章，那都是经过什么呢？经过阿赖耶开化
显示真实之际，这是第二个真实。开就是开示，化就是教化。开示是因，教化是果报。我们明白之后呢，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种种变化。什么变化呢？所谓的转恶为善，这是第一步。同时还怎么样呢？转迷为悟，最后呢，转凡成圣。所以这个开化是诸佛如来来到世间最主要的一桩大事。他老人家这个教化我们也是很辛苦，所谓的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加上最前面的华严，到最后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契入一圣境界。我们如果不学佛法，哪里知道佛对我们的恩德有这么大。我们众生为什么对佛没有一种感恩的心呢？说实在话，不知道。请问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从出生到三岁这个当中父母是怎么照顾我们的？我们记不记得？不记得了，是不是？那父母有没有计较说儿女一定要记住这个三年当中对他的照顾，他才会去照顾儿女呢？不会。不管儿女是怎么想，这个爸妈对我们的照顾都是无微不至啊。而儿女呢，往往对于父母对他的照顾啊不清不楚，不了解嘛，他才不会产生一个报恩的想法。你看我们这里挂着知恩报恩，太重要了。好，下面再说。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华严经是佛当年呢开悟之后所讲的第一部经，这部经可以说是把整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全都说出来。它的分量多大呢？大本华严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成记，一世天下为成品，这么大的分量，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一个太阳系银河系根本放不下。那我们现在学习这部《无量寿经》，虽然文字不多，但是它的内容也都包括《华严经》上所讲的这些内容。所以古大的赞叹《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那个意思就是说，经中所全之一切事理，即华严之事理外、事事外之义真法界。的的确确，看着《无量寿经》，再看《华严经》，您就知道这两部经上所讲的事理都是等同的。凡是《华严经》上所有的，您再看《无量寿经》也能够找得到。这个话题我们暂时不展开，留在后面石门开启，我们再做细讲。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上册第42页。参考资料上册第42页。我们来看理事外法界。理事外法界有看到吗？他说为理有事显，事览理成，理事互融，故名理事外法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从事上能够看到那个理，这叫做学问，
再从理上看到事，从事上看到理，理是圆融，所以呢，理是没有任何障碍。事是无碍，这是说一切分歧事法，茫茫宇宙事情太多太多了，非常复杂，但是呢，它是一个道理。称信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故名事事无碍法界。事情再多，再怎么复杂，理呢是一个。事是有，理是空。这个空啊，科学家讲零，零极限。所有这些事再怎么多，你仔细看呢，这些事可不可得？不可得。就拿我们现在上这堂课，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个半小时，这算不算一桩事呢？算吧。那么这一个半小时是真还是假的呢？它一直在变化。您从家里面来到这个讲堂，这算不算一桩事呢？下了课之后您再回去，那又不算一桩事呢？来去都是刹那生灭，都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既然都是不可得，还有什么好执着的？还什么好分别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它这个有，佛经上称为妙有。空呢，称为真空，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空有没有障碍，空有互相融通。一真法界就是平等法界，不二就是一，不妄就是真，交彻融通，故曰法界。一跟真交融，这称之为法界。所以呢，就是诸佛平等法身，从本以来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离名离相，无内无外，唯一真实，不可思议，是名一真法界。经上所说这些话，我们是观察的越仔细，契入的就越深，也就越发了解到这些事项的微妙之处。我们把这个真相呢搞得越来越清楚。那我们凡夫观察这些现象清楚清楚不清楚啊？说实在话，我们越看就越怎么样呢？越看越糊涂，越看呢越抓不到它的边际，理不出它的头绪。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佛菩萨看得一清二楚了？因为我们用错的心。佛菩萨用的心用的对，他用的是什么心呢？他用的是真心。我们凡夫用什么心呢？用的是妄心。妄心看这些诸法实相，是绝对无法透彻了解的。纵然想要知道，也只是皮毛很少的部分。所以学习佛法呢，是帮助我们大家明白自己，也了解呢自己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那不想学佛，也就是说不想知道自己是谁，也不想知道自己之外的身罗万象，那不就是一个糊涂人哦？所以学佛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成为一个真正觉了诸法实相的人。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切事理，也是华严经上所讲的。所以华严经上有这个理事无碍、事实无碍的境界，无量寿经上面呢也通通都有提到。好，这是讲到这个名相，现在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继续看注解146页第五行，146页第五行，他说：“华严密奥之离体，正在本经，故云契离。”《华严经》上所说的内容，如果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宇宙万有。用现代话来讲，净虚空变法界万事万物的性相理是因果，《华严经》上通通都有提到，所以《华严经》称为什么？圆满法轮。而《无量寿经》呢，也是圆满法轮。我们打个比方，《华严经》是高峰，在所有山当中它是最高的一座山，那无量寿经呢，是这个山峰上面的尖峰最高点。因此无量寿经它既做到了契理，也做到了契机。至于契机，则更是本经之独胜。华严经、法华经契合上上根性之机，上中下都不行，所以我们读它啊，怎么读都无法开悟啊。可是学习无量寿经怎么样啊？开不开悟没关系，只要能够真正具备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到达那边见到阿弥陀佛，通通都能够开悟。所以古人有句话说得好，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我们去西方净土要求的条件不多，跟其他宗派相比，只要做到三个方面就好了。三个字，哪三个字呢？信愿行。我们所念阿弥陀佛不是一般的佛，它是什么佛呢？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您念这样的佛，那佛怎么可能不加持我们？绝对会加持我们。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十方诸佛呢也同时在加持我们。所以后面再讲了，至于契机，则更是本经之独胜。念老呢，可以说啊，他讲出了一般人不敢讲的话，但是说的又是实话。说到契机，这个契机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就是符合大众的程度。那最符合大众程度的是哪一部经呢？无量寿经。经中之持名法门，普披三根，齐收繁盛。那个根性利的人呢，他光是看了这几句话，后面他看不看都无所谓了。为什么？他对这个念佛法门呢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法门等觉菩萨可以修，阿罗汉可以修，人可以修，甚至连这个地狱众生也可以修。所有根性的众生全都能够被摄受。那么念佛法门呢，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当。这讲像慧能大师这种根性的上上根人，他们一接触到这个法门呢，都能够做到圆融贯通，对于性相理是因果没有他不清楚的，所以他呢全体承担，他一点怀疑都没有。不像我们呢，遇到这部经，遇到那佛法门，问题一大堆，那个问题呢问不完的问题。所以师父上人也是有时候讲经嘛，说了好几次，他说什么呢？凡是来问我问题的人都不老实，
这个一说出来，我们就搞得不好意思了，有问题都不敢去问师傅，为什么呢？如果问师傅，师傅又说：“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来问问题都是不老实吗？你怎么还来问我呢？那这不你念佛不老实喽？”不过师傅还是蛮慈悲的，我们呢，明明知道自己不老实，还是有问题，我们向师傅请教呢，师傅还是愿意答。好，再讲到上上根，下面再说。下下根者，亦可依之得度。这个下下根人呢，就如同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漏降老法师这样子。那他为什么能够念佛3年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他具备3个条件，他真的相信了他师父讲的话。他真的能够做到啊！一天到晚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练。还有，他对这个世间呢毫无挂碍。练到最后，他把这句佛号真的练通了。所谓的暗合道妙，本来什么都不懂，什么是阿弥陀佛他也不了解，练到最后呢？所有的理是因果、性相等等，没有他不清楚的。念到开悟了，念到理性不乱的境界。所以念佛呢，贵在专一，不要夹杂，不要怀疑，不要间断。我们之所以念佛到今天还没有消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往生，问题出在哪？一句话，妄念太多，这是我们的病根。所以呢，下下根人像这个造作忤逆十恶重罪的人，他也可依之得度。他能够在临终之前忏悔念佛往生，佛也不舍弃他。上则文殊普贤法身大士亦均发愿求生。关于这点呢，大家如果细看《普贤菩萨行愿品》。就非常清楚了。下至忤逆十恶，临终念佛，亦必随愿得生。所以，古往今来，一些人呢，造作极重罪业，在临终之前，他还是有那个余福，遇到善知识的提醒，他肯忏罪念佛，求往生。阿弥陀佛呢，也愿意把他带过去。那么这些众生呢，是横出三界，请大家留意哦，他不是竖出，是横出。那竖出是从人道往上突破，还要越过，这个28层天，还要突破4乘法界，到达1乘法界。圆灯四土。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啊，低的话呢是凡圣同居土，高的话呢是方便有余土，再高的话是10宝庄严土。升到极乐世界，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升到这个常寂光净土，为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无明烦恼的习气。什么样人才能够进入到常寂光净土呢？必须要最后把那个无始无明的习气也断掉了，他才能够进入到常寂光。这就是为什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等觉菩萨都要从华藏世界来到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因为在极乐世界断无明习气，速度快于在华藏世界。想想。我们不但有无明烦恼，还有无明习气，同时还有什么呢？尘沙烦恼、尘沙的习气，还有见思烦恼、见思烦恼的习气，什么都有啊！人家等觉菩萨都要去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们要不要去呢？当然更要去。所以多看大经呢，我们这个求愿往生的心，自然而然就产生了。
那么在华藏世界，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成佛至少要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最多只要12大劫。这是讲自己修行，当然因为在那边有佛的加持，所以他们成佛的时间呢又缩短了很多，顶多吧3劫4劫5劫就成佛了。因此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在华藏世界大声疾呼啊，希望他的这些同行们，41位菩萨呢，通通都去西方净土。后面讲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哦。顿与观音视至并肩，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居然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可以称兄道弟了，那当然也可以跟呢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同行，这个在华藏世界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善应群机也。阿弥陀佛在48愿里面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就像我们吧，我们是人，我们人到往生到那边去，竟然是什么身份呢？阿惟越智菩萨，是圆正三不退的菩萨，也就是圆教八地菩萨。那圆教八地菩萨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相比，我们差几个台阶，它是等觉嘛。我们在第八地，再上去是第九地、第十地、第十一地，十一地就是等觉菩萨。升到极乐世界好处太多太多了，无量寿经把这些事情呢都给我们指出来。下面第九段呢是念老引申的意思。有契机者，意欲契合时机之意。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呢，可以说是在任何地区、任何众生、任何时代，全都派得上用场。如来垂慈，独留此经于诸经灭尽之最后100年，正表此经能弃于当前及未来之社会也。这个我们在后面经文呢会看到这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这部经是佛法消灭最后灭的一部经。我们要晓得，在最后灭法的时候，只要有人遇到这部经，肯依照他修学，也能够得度。那更何况是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对于这部经呢，不应该怀疑，要相信。当前科学发达，人类应具知，知识弥广，社会进步，每人所肩之责任倍增，故贤因广学多能，鞠躬尽瘁，参加建设，造福人民，实现人间净土。晚近太虚法师提倡人间净土，曾详引无量寿经文句，盖以此经双照世出世间，详是真俗二谛。这段话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学习这部无量寿经呢，对于这个社会的繁荣发展是有正面的作用。我们想要让这个世界啊祥和太平，他能够做得到，更何况他还有更加殊胜利益，帮助我们这一生全都可以了生死出轮回，证得佛果。
服务净土之妙。这讲到这个念佛法门，在于不离佛法而行是法，不废是法而证佛法。这讲到这一个念佛法门呢，跟其他法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修学其他的法门呢，说实在的，障碍总是会有，不像这个法门呢，达到究竟方便，达到呢最极圆顿。因持名之法最为方便，随地可修，何待遁入山林。修念佛法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来修它学它，不需要啊特别躲到深山里面来去念阿弥陀佛，没必要。随时可念不劳闭关宴坐，这个宴坐就是说静坐。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呢，走路可以念佛，站着可以念佛，坐着可以念佛，甚至于躺在床上休息也可以，心里面呢默念佛号。关键是要把这句佛号念的呢，如同大势菩萨所讲的，都是六根尽念相继，念这句佛号力殊胜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了一句话，至心念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帮我们消81劫生死重罪。你看我们这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大家有没有听到阿弥陀佛很多次？您听了这么多次，等于说脑海里面呢，阿赖耶识里面呢，就种下了许许多多的种子。更何况是这一个科助从头到尾学将近8个月的时间，但发广大决心，一向专念名号，下至十念一念，亦得往生。这里呢都在提醒我们大家怎么去修，首先要做到什么，发广大决心，这就是经上所讲的发菩提心。真正有一个呢想成佛的心，真正有一个想普度一切众生的大悲心。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不是为了个人享受而去的，我们是为了要救拔一切苦难众生而去的。那这个佛号怎么个念法呢？一向专念弥陀名号，一个方向，绝对不夹杂别的杂念妄想。所以别人呢给我们介绍其他法门给您，介绍其他的经典给您，我们要不要去修学呢？不必。我们跟他怎么讲呢？我是下下根人，我的能力哦，只能够学这一部无量寿经，只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就好了。你上上根人，你学那个可以，你可以成就。我们不听他的，我们不听他的，我们听谁的？我们听释迦牟尼佛，我们听阿弥陀佛的话，这是佛最好的学生。接着，不务世间工作，依旧顿脱生死。有事情来了，把事情做好，做完之后呢，赶紧念佛。只要是我们不必去思考，不必去动脑筋的，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念阿弥陀佛。希望大家把每天的时间抓紧了，那个电视啊，能够不看就不要看。真的要看电视的话，最好是连上师父上人讲的这个科注，那个好。看师父上人讲的佛经嘛，这个好。不要看一些哦，那个什么电什么新闻呢，什么那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是浪费我们宝贵的光阴。既能自觉觉他，广度众生于未来。我们专心念佛，
放下万缘，求生西方净土，这个叫自觉。同时呢，只要是碰到有缘的人，您就跟他讲无量寿经，就跟他介绍阿弥陀佛，劝他求生西方净土，这个好。逢人就劝，逢人就说，他想听您说，他不想听我们要不要说呢？还是说再不说就没有缘分再见到了。他假如听了听了不耐烦他走了，那就算了，跟他讲啊，有这个机会还是要讲一讲。亦复自他聚力造福社会与当世，真的修学这个法门呢，确实能够做到呢自利利他，达到圆满。所以我们要普度一些众生，首先自己呢要能够从念佛法门当中得到真实的快乐，得到呢法喜充满。假如说我们自己念佛都念得不开心，我们劝别人念佛，别人相不相信呢？肯定他不相信吗？一定是自己念到每天快乐无比，别人看到我们呢他就很好奇，为什么都是人我这么样的难受，你那么样的高兴呢？他就会来请教我们，我们再跟他细讲无量寿经的好处，细讲念佛的真实之力，这就把他呢带入佛门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这儿。莫学悟圣出席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因为明天是礼拜天，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呢是在澳洲时间早上10点钟到11点半，只有礼拜天是早上，周一到周六呢都是下午3点半到5点钟。明天早上我们再见。